块钱可以买到什么？八块钱吃一餐都不够，还要买什么？我八块钱就可以买到无线耳机、power bank， 还可以买到背包。你带我去看，你不要讲得多。傲慢朋友 Jessie Best 八间分行就在大三角 Lotus 里面。来临的八月三十一号 ，Jessie Best 哦将会在这里举办超狂开张大促销，当天消费满八百令吉，你就有机会赢取各大奖品。Jessie Best 将会送出超过150份，总价值高达30000的奖品，有电视机、Switch 耳机、手表和各种家电产品。所以 Lucky Draw 八月三十一号当天来到现场，只需要 Like and Share 和打卡就可以免费领取 Doggy。当天也是有很多优惠。这台 Realme 12 Plus 原价1499，现在只需要1399，还不用紧，还要送你无线耳机和智能手表。这台 5G 的 Realme 12X 256GB， 再送你 Power Bank， 原价1099，现在啦，只需要799就可以把它带走。JC Best BM 的新分店还有 OPPO。这台 A78 原价899，现在只需要699。无线耳机非常呆，原价129，现在直接对半扣，只需要59块钱。这里还有 Honor， 让你一次过对比三家。这台 Honor 200 512GB 原价2199，现在只需要2099，还送耳机。8月31号国庆日当天，记得带上家人朋友们来奥马 Lotus 逛逛吧。